你不是已经？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还请恕罪。你说杀了赵高，哼，用不着你吩咐。你给我滚回去！啊！ 就凭你也想挡本宗，简直可笑！快去杀了赵高！凌丹王，你也罢，赵高，你拿命来！ 凌武王，你不是已经？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还请恕罪。无妨。大人，你们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救我！救我啊！大人，给我闭嘴！这赵振还不束手就擒？ 束手就擒，就凭你们？就凭我们？哼，赵振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朕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，你却让朕看到了朕最不想看到的一幕。身为堂堂的大玄岭南王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 堂堂大玄国的岭南王，竟然是饮沙楼的楼主，可悲！岭南王很威风吗？那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有多战战兢兢吗？为了做给你看，我在朝中扮演一个好臣子。 天天如履薄冰，生怕触怒了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一直忌惮于我。你我是宗亲，年轻时我们一起攻克，一起修炼，朕何曾是这样的人？不是吗？ 你要不是那样的人，为什么把秦霸天派到边疆，十余年都不让其回来，还让秦家的兄弟自相争斗？你敢说你对秦家没有忌惮？哼，可笑！哼，可笑！我可笑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么说有错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自保啊！ 为了自保，赵振，当年你用下药的手段让赵凤嫁入到秦家，这是自保。你让你的妹妹赵凤嫁入秦家，看中了秦家的兵权，你为了权力，宁愿牺牲自己的妹妹，这是自保。秦风是你的外甥，你勾结昭国，引鬼仙派进入大玄国。 让秦风惨死在这大殿之上，这是自保。哼！只是你让这赵凤嫁入秦家的时候，秦老爷子就看出你的算计了。哼！你和秦霸天早就知晓。 秦老爷子在边境，就是为了引蛇出洞。